我这不是面我要几十啊？来，就几钱？哦，他老了，这些配件都没得了。嗯，我带出去，拿来给我猜猜。老师好，给老刘。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果儿，这是我们当地高新上一个村民家的水力发电机。它之前是用水力发电的，后来因为这个进水口坏了以后，它就用那个柴油机去带。然后最近坏了，它让我给它检修一下。接下来我就看看有什么问题。这个进水口没有了，然后这个后盖也没有了，这个防水垫面也没有了，自己用胶的来弄的。这上面的铁盖子也没有了，然后这个皮带盘也是焊的。具体的情况就是这样，接下来我就开始拆了。这个发电机已经好几十年了，这些竹片没有了，铁片与铜线直接接触，还有这个线圈的话它直接是没有用的。接下来我就把线圈给宰了。
原本的液能坏了，所以我就换了一个新的。机器已经修好了，接下来我就给它送去。说，机器已经修好了，再扔。的这个水力发电机的电力太大了，这个灯泡直接坏了，然后我又换了一个小的灯泡，是小的灯泡也是刚刚冒烟了，但是还没坏。然后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